你好大的胆子啊。谁准你在此停留了？又是谁准你翻阅我的书籍了？把书拿开。殿下，奴婢一时莽撞，请殿下恕罪。是袁公公让奴婢在戌时之前离开，未料到殿下会提前回来，是奴婢冲撞殿下，请殿下任意责罚。那么我该如何罚你呢？你既然识字，那么就留在我这儿帮我整理书籍。殿下，殿下，奴婢是上食局的宫婢，这样不合理智。